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bra 讲，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大家知道这是什么菜吗？这我查了很久，还打电话回去问我妈，跟我说这个是甜菜根。嗯，可是甜菜根好像是红色的吧？但我找很久来发现呢，这个的名字叫做大头菜。日本的大头菜长这样，那它的日文叫做卡布，在台湾是不是很少看到啊？现在刚好是日本大头菜的季节，就买一把回来自己料理。不止这边的根可以吃，那它的叶子 也可以吃，一把有一点多，所以我今天要做两种料理，凉拌物，然后一道是煮物。那希望你也会喜欢今天的分享哦。